做点小力量。这也有伤这种，所以要多加强一些事情。去年的时候在打备战亚运会的时候，就是有伤到，然后亚运会的时候也是带伤去比赛的，然后我记得当时在腿上缠了好多绷带，还不是那种弹性的，就是说完全没有弹性的，要把膝盖整个固定住，对于我自己心里来讲那段时间还是比较难过的。拖了好长时间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然后就先觉得应该是减肥，把体重降下来，这样就是不会给膝盖太大的压力。开始几天我觉得很饿很饿，就是早上和中午还算正常吃饭，然后到了晚上基本上是属于以蔬菜就是沙拉和那个酸奶代替吧。一开始很难坚持，然后有一天晚上睡觉我就做梦，梦见自己吃了40个包子，真的是很饿，很多种口味，很多不同的馅儿让我去选择，我吃了40个包子。然后我觉得应该不错吧，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要尝吗？好吃吗？其实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更多的像朋友，小时候她可不是像朋友，小时候我比较怕她，因为她对我就是比较严格嘛，不听话她还会打我，开始理解不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小时候不懂事儿吧，然后她就是去管教我，但长大之后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像很亲密的朋友这样去沟通。在我的内心里总是觉得可能爸爸做饭比较好吃，跟我妈可能完全两个性格，然后她就每天陪我玩。生病生了大概2年吧，就是2年完全不能动，就是在床上，就是我妈来照顾我爸。当时我妈我觉得就很辛苦，每天要工作跟我打球，然后还要去照顾我爸。2年过后，有一次我还是在省里训练，就教练就跟我说你可能要快点回家，你说你爸就是可能是比较严重。到了我回家的时候，然后听楼下的人说楼上有一个比较年轻的人已经走了，当时我就觉得就要炸开了那种感觉，我就怎么也不敢相信的那种感觉。他据我妈说是一直在想等我回去，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当我回家的时候看到我了，他也可能也就放心的就是这么走。毕竟时间这么长了吧，觉得不应该总去想到那么伤感的那么一部分，就是说因为可能爸爸的病我觉得他也挺痛苦的，我觉得这样对他来讲也是一种解脱。就是经常会梦见他，可能不会跟我讲话，只是会跟我一起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他会很开心，但我不知道他对我说什么，他会肯定会给我做很多好吃的吧。说什么我想象不到，那个就是用语言沟通的那种画面。有时候出去比赛时间一久会想啊赶快回到新加坡。大概我来新加坡有7-8年了吧，可能2008年以后打完那个北京奥运会之后他们就比较关注我了，但是也有一些新的粉丝加入，他们大部分都有工作，有的有一些是学生吧，但是从开始是学生慢慢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也找到工作，有的也结婚了。
觉得有一些时候可能自己输了比赛，或者是排名比如说下降了，或者是说比赛没有打好，我都会看到他们给我一些鼓励的话，就是告诉我没有关系，你在我们心中还是最棒的，就是说能够让我更加的去肯定自己。Humble, and she just do what she's good in. Of course, she's quite shy but friendly. 也有害羞的一面吧，不要开了，害羞了。She's hardworking also, so I think it prompts me to like improve also as a person. You can see her really fighting all out just to play her best. I think that's the most amazing part. 谢谢，啊，很可爱。She has always come across as very serious, very dependable, hardworking. She has very good work ethics, and she's very willing to help people. Yeah, it's quite different. I like how she always advises me on how to train certain balls. But off the court, she's very humble. Two lemon juice, two daisy, one day. She can be very humorous at times, and she plays a lot.I mean, together with us, we've gone to the escape room together as a team. So she's not as serious as she may come across also. I've always looked up to her. 我觉得你们都被她的外表欺骗了。她是有她活泼的一面，她不能说是最活泼，但是她也有她比较沉稳的一面，就是你们没有看到她活泼的一面。最活泼的一面是谁？你看不出来吧？我呀。他现在就是我们已经融为成一个集体，像一个家庭这样子在一起生活。我当然期望他能够越打越好，能够超越他自己。自己能够再突破一下自己吧。Hello, I'm Hong Tianwei. Please continue to support me. She doesn't need much. Just give her an inch, and she'll take it for a foot, way out wide to the forehand side, hooking it. And the big forehand blocked out even wider.Kasumi Ishikawa goes long. Fung Tianwei from Singapore wins 13-11 in game six, 4-2 over Japan.